见过公主殿下，宁大人，如此可就生疏了。那不若一如从前，九龄。宁公子，最近准备登基之事很忙吧？是，所以耽搁到现在才来看你。 你又要走了吗？跟随成国公一家去北地，经历了四次婚约，这一次总算是真的。是。我似乎该说一声祝福。我应该说一声谢谢。 我做的也不少，应该可以向你要个回报吧。只要我能做到，宁公子尽管开口。我们再下一次戏吧。 在下宁云昭，不知小姐如何称呼？你便是宁氏公子。 原来你就是君小姐，幸亏。宁公子幸亏。小姐落子果断，思虑周全，走一步思三步，的确是棋高一招，绝非是侥幸而成。公子无需自谦。短短几日，我竟又输给了君小姐。都说人这一生，会在前进的路上，会不断与人相逢。 然后再分别，我走这一生，却一直是一个人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花灯节那晚，我遇见了你。各位，我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当众立誓，我与君小姐的婚约依然有效。我知道，你我婚约一事让很多人都不高兴，但。 我已经放下了，我想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跟上次一样的结局，尽欢便好。公子以为呢？正是如此。告辞了。保重。